很不屈。今天给大家见面，大家就了解了，人是真的老了，93岁了。说话说不清楚，记忆也退化了，讲经原本是发心继续讲下去，今天诸位跟我见面就明白了啊，上了台虽然时间不长，体力明显的消退了，体力衰退了，这次到联合国因缘非常殊胜，早在1960年，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活动，啊，那时候还不是说世界和平这个所主题的活动，一直到现在没中断过。